先讲这个高空画面哈、嗯。第一个，我要讲实话，其实齐柏林拍这些东西哈，其实私底下大家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，是的。其实大家每个人都知道，比如说我讲我自己，我常常会坐飞机，对，那。不管从国际线还是国内线，从、台北到花莲、以前我甚至每个月都会坐一到两次台北到台中，台北到高雄，每个月来回四次。哇，真的空中飞人。所以其实空中看台湾对我是很熟悉的一个感觉。哦、这样子。齐柏林坏就坏在他用这么清楚的画面，铁证如山，照在那边给你看到。对。可是其实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大家本来早就知道了。啊你说哪一家公司排放废水？住在附近的居民，什么地方鱼会浮起来死掉？什么时候台风天，大家趁隙排放废水，谁不知道？真的也是，环保局都知道。对啊，我跟你那些政府单位都知道。今天是因为变成电影放在大家面前，你才在那边震怒，你才在那边查办。我的香蕉。一半以上的江山，其实我们一直很多的活动一直在进行。对，他们觉得很讶异，是、啊、你这块土地为什么这么多人才？对，这块土地为什么你们的心灵是这么的旺盛？对，我们能量很强哎、欸。对，真的。好，包含我们讲灵性的发展，当然我们讲绿叶民工那个不谈。对，好，那些歪七扭八的那些骗财骗色的不谈。不行。好，台湾不管是你说圆桌也好，对，你说奥修也好，你说赛斯也好，早期的 Krishnamurti， 其实台湾是很多灵性真的是。发扬光大生根的地方，你没有办法解释，真的没有办法解释，甚至像马博士讲，赛斯也是，是，对，好，所以甚至台湾其实已经很多在把这种身心灵观念，其实已经带到大陆，带到世界各地。对。所以我觉得2013年是个崩解年。对。好，我们如何让慢慢越来越假的东西现形？因为其实当最后回到原点，回到最真实的，那才是生命最踏实的。对，大家其实才可以先卸下那么样的重担，对不对？其实因为假，你才真的是轻松，才真的是解脱跟自在。假的时候，那个实在是也很累人的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“假”这个字不只代表整个社会的氛围，它也代表身心灵的学习跟修行。回到真吧，回到本我吧。太好了，就是替我们2014年又指出了一个方向，其实回到真，回到真心，回到真实。对，对，就是从真实再出发。对，对自己真实，对别人真实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好了，哇！我觉得我们这集真的很精彩，其实真的我们聊得那么开心，哈，然后聊得这么火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么多火在这边，就完全根本就没有听众，没有观众，可是我们两个还是聊得这么开心，我们这、就是真的自爽自嗨，这样算不算假？这样，我们躲到桌子底下去。因为我们是真心的在嗨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徐师，我们是真心为了我们这个我们赛斯网络电视台的这些好朋友们，对，我们嗨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你们看了我们节目也是一样，觉得很嗨很爽，好不好？很爽的过2013年，然后过2014年，2013、2014。对，这个都爱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徐师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对对，我们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回到真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再做个非广告，哎，做个非广告好。如果不想在家过年的人，可以到我们赛斯村过年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赛斯村真的是好地方，真的好地方，那个空气、那个水太棒了，真的欢迎大家到那边去过年，过我们的这个农历年，对不对？ 对， 對， 對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起快乐。